初次见面，德丽莎·阿波卡利斯。谁？凯文·卡斯拉纳的影子，一个属于卡斯拉纳圣痕的人造意识。出于方便，你也可以简单叫我圣痕意志。圣痕的意志，我仿佛记得齐格飞曾说过。不对，为什么他会出现在我的梦境，出现在这一无所有的最深处？对我来说，这明明只是一个道听途说的存在。看来你不理解情势何以演变至此。你明明已经吞噬了七重梦境，来到了意识的边界，但这却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冒险。你仍未发现自己究竟为何会深陷于此。也罢，就让我为你展示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吧。让我们先从你的某名自称叛逆的学生开始吧。这是真正的凯文要启动圣痕计划，而雷电牙医不赞同他的做法，他放他离开，让他有机会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。圣痕计划？没错，圣痕计划。事实上他已经开始，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在靠近月球的修伯利安中被梦境俘虏，最终来到此地。这里距离卡斯拉纳圣痕空间的核心地带仅一步之遥，是真正的凯文曾经抛下的一片灰暗残影。不过比起这些，你想必更在意圣痕计划本身，对吧？如果你所言非虚，恐怕地球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陷入了绝境，我该怎么离开这里？你需要通过我的考验，成为真正的圣痕觉醒者。那样一来，圣痕计划对你施加的禁锢自然会消失于无形，命运之子的圣所将为你打开，你将在那里平安度过这场世界的巨变。比起这些，如果你真的是卡斯拉纳的圣痕意志，那么就请你告诉我，我要如何从已经开始的圣痕计划中拯救一切。既然在你口中灾难已经发生，那你也应该明白，此刻我所需要的信息绝不是什么平安度过巨变。啊，你不必如此心急。如今正在实施的圣痕计划并不是天穹实验的简单翻版，而了解清楚生在修伯利安的你为何也会深陷其中，这对于掌握如今的事态发展也颇有帮助。就让我先给你吃一颗定心丸吧。截至目前，地球上还没有哪怕一个人因为圣痕计划而真正失去性命，所以别慌，我们还有时间了解清楚幕后所发生的一切。凯文和杜鸦，这也是最近的事吗？等等，你为何会知道这些世界蛇的内部情况？我不是说过吗？我是卡斯拉纳圣痕的意志，我不是你梦境的一员，是真实存在于世的圣痕管理者。我当然也有办法接收到那个真正凯文的一些零碎记忆。而且，由于圣痕计划，我们之间的界限也会越发模糊。你和凯文的界限，还是你和我的界限？其实都是，我刚才说过，截至目前，地球上还没有一个人因为圣痕计划而真正失去性命。因为在这场计划的终点，巨线化的圣痕会取代人类，而人类也会化入梦境，与过去的圣痕空间融为一体。先不论这个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它的确与我的状况有关，这一点没错吧？没错。月球是圣痕计划的关键节点，由于你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接近了月球，因此变成了计划的第一批牺牲者。但又由于皮氏奴的特性，你终究没有沉沦于梦，
而是一路吞噬所有的幻境，终至于此。等等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是普通人，他们就会沉浸在最初的那种梦境中，就像我梦到的妻子和大家还在的圣弗雷亚。是的，他们的意识将转化为与圣痕相同的存在方式，从实数世界隐退到虚数的夹缝，而与此对应，圣痕中的思想会化作实体，逐步降临到外侧的空间，他们会相向而行，取代悄然安睡的人类。圣痕取代人类？可所谓圣痕计划，难道不是不顾一切要从人类中筛选出全部圣痕觉醒者的计划吗？圣痕觉醒者的价值自然超乎寻常，但他们只是圣痕与人类两者的交集，只是圣痕计划最原始的保障。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吧，德丽莎。如果书本和故事中的人物纷纷降临于世，独自构筑起一个世界，独自向未来延伸自己的无限可能，你认为这样的一个世界比起当前的人类世界会如何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应该也不坏吧。但如果我补充告诉你，书本和故事中的人物没有生老病死的痛苦，没有世界毁灭的危险，你还会觉得这仅仅是不坏而已吗？这，你难道是指……既然你猜到了什么，那就让我这样来总结吧。如果说天命的宗旨是找到正确的命运，而逆商的宗旨是反抗错误的命运，那么世界蛇的宗旨就在于超越命运本身。这三者或许并无高下之分，但正如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那样，当彼此的目的不再相容时，正义与正义之间也就难免发生摩擦。所以在世界蛇的那些人看来，因为圣痕计划可以确实地阻止中阴律者降临，所以其他一切代价就全都可以忽略不计，对吧？可能没有那么简单。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样，如今的圣痕计划可以让圣痕取代人类的位置，他们会全盘继承人类已有的文明。这样一来，从行星的角度上讲，地球不仅什么都没有失去，反倒会迎来某种形式的升华。地球会升华？这件事对于被困梦中的你来说还太过抽象，比起强行去理解那样的事，也许接下来这段50000年前的记忆对你来说会更有价值。那也算是卡斯兰纳这个家族的起点之一吧。